今次我跟美丽华旅游游览巴尔干半岛，呢度系克罗地亚古城 Dubrovnik， 仲有邻近嘅黑山共和国。哇，原来系咁靓嘅度假胜地嚟噶！跟住去埋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，同埋阿尔巴尼亚首都提拉纳。嚟到罗马尼亚，当然要去必到景点吸血僵尸德古拉伯爵嘅屋企啦。美丽华旅游咁专业，要去巴尔干半岛，我梗系识拣啦。